到底怎么了？于天暴怒，封杀蔡小虎。嘿，祥全，听说你最近混得有声有色哈。不过你有没有听说一件事，有人得罪你老爸于天呢？你说是谁啊？就是那个知乐王子蔡小虎啊。之前上三星报喜，录影录到一半停棚的时候，他助理竟然跳出来向你爸呛虾，嫌录影录太久了，还怪你老爸没有帮蔡小虎宣传他的活动。结果你老爸于天哦，一怒之下当场叫蔡小虎和助理走，还气到打电话给董佳佳、许孝顺告状了啦，说要他们两个主持的节目也不能让蔡小虎去上。可是啊，这个蔡小虎很奇怪，也不是没上过你老爸节目，而且你老爸于天很多人喜欢找他乔事啊，蔡小虎这回得罪他，下次出事谁要帮他乔啊？